你信不信他们吃这个菜里面一粒盐都没放，这个白人饭是真要命啊，一顿给你大黄油大奶酪，然后往那个给你一面包都能给你打晕的干巴面包上一抹就开吃。不过天天跟我在一起生活，那现在都学会改良了，还知道就点老干妈啥的，甚至今天用筷子夹粉条就着他的黄油干巴面包吃了。要说这白人饭有时候也挺危险，这不操作失误前天直接干卧倒了，食物中毒导致的急性胃肠炎，罪魁祸首就是这那老板最爱的，也是传说中的号称奶酪中的贵族的，并且我们还给起了一个嘎嘎高大上的中国名字，蓝纹奶酪。说白了就是奶酪坏了长的毛，而且是绿毛，生物学生讲是一种霉菌，但据我家小老外讲，这种菌是在一种特定的环境下生成的，是无毒可以食用的，但你就是再无毒啥东西放时间长了也不行啊。结果就因为这块蓝纹奶酪在冰箱里放了挺长时间了，结果坏了又长的新毛，但由于它本身就带毛，所以抠搜的那老板还舍不得扔，结果就给吃了，结果就导致上吐下泻，自己给自己扎针了，在家卧倒了两天，今天又站起来了，起来第一顿饭人家想吃的还是人家这玩意儿干巴面包，不过今天抹的不是黄油和奶酪，今天抹的是鹅肝和蜂蜜。不过面包刷蜂蜜这个吃法我觉得咱们还是能接受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习惯挺好挺健康。那我喝茶他俩喝酒啊，厉害，头发。你，这文化差异是真大呀！让你们看看老外的早餐都是啥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这边是我的哦，这大酱咸菜啥的。黄油。他给黄油整上奶酪，让我们看看老外的，他们吃饭很低碳水。你们说他，咱要非得定义老外吃主食看啊，就这小疙瘩还全麦死难吃的面包哦，饿苦他那个面包，奶酪又浇上了。他早上起来安慰我说的，你给我做个炒面吧，我呱呱给他整上了，你看他自己又做上了，这是那这叫啥家人们，故意的呗，就给我个甜枣吃，那次哎我想吃你做的中餐了，实际上哎我这边炒面都准备下锅了，他搁这又人把自己另起炉灶了，给我的大酱啥都给我摆上了，你看看，就是跨国夫妻最难那个地方，饮食，一个饮食一个语言，看看啊，就是跨国夫妻跨国家庭做的饮食差异。这小老外老好吃茶叶蛋了，看他那边吃奶酪，家人们当奶酪死臭的，看他们吃这么多奶酪，我看这我的咸菜蘸酱菜，看看俄罗斯的小火车，他们火车还有吃还给吃的了哈，应该整点小啤酒我俩，那是，没有，我要那的比我比起我不给带起来的，给瓶水，给个饼干，给个能量棒，还有湿巾，啊，晚上还给一份饭，他这车票里面含饭的。看看还有他给送饭了，俄罗斯的火车。我，你那的车到不了几站？啊，哎的。哎的，好了，走。不花钱，哎，还给份饭，火车餐啊，火车上的白人饭，让你们看看啊，这黄油和牛奶煮的小米，你看看我俩的火车餐。多好吧，真是可以。看看。俄罗斯的火车能洗澡，宝贝，看看还能洗澡了。他们这火车卫生条件嘎嘎干净，然后这个床单被罩牙刷还给，他们这床可窄了，但是他这个是临时做的，完了睡觉的时候得把后背那个，其实这是床，他得把这玩意放倒，看到吗？他为了卫生说是，哎，看来俄罗斯的火车还给拖鞋啥的了，一次性拖鞋，这时代的。Это время, когда разбудить, сложно надо положить, здесь написано. 啊，几点到站贴门上，还给个牙刷牙膏，还给个鞋拔子，你说这头不头了？这卧铺真挺干净。吃。行了啊，丈母娘，准备往俄罗斯走了啊。知道。妈妈呢？встретит в желхе。饶河。Да, беги. 啊，
那就说饶河接我们。所以这趟回俄罗斯可不单是为了回去投票的，这次可是有要事相求，要跟蒙人京老丈母娘和老爷商量，所以这回可得出点血给他们买礼物。太麻烦了大哥，给姥姥买还得给丈母娘买，一家一个，三个年龄三个色儿。看好这新的啊，还得新诺维叫响。来掉去。因为是突然出发，我俩得先从济南坐高铁到北京。已经出发了俩，你们还在家太惨了，惨不惨？这么变的，走。写不来你可能没有人夜间那来写的。嗯。你说太惨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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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惨。太惨。惨了。太惨了。惨，是俺惨。惨。太惨了。看人家多有劲，拎老皮要往下干呢，拿下，拿下，拿下，看着我俩替会儿在国内领着坐地铁，找不着站了，好坐地铁的大哥，人还是不少啊，老多人了，满员这趟航班，车里的满员了，整的吓人都怪的，整个茶给老爷的一个重要的朋友带的，整的跟黄马褂似的。坐上俄航回家了，小刘同志也终于吃上他们的饭了，这就是俄航的飞机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是一口没吃，不过给傻姑娘幸福完了，也许这就是家的味道吧。他们这个二货安检上脱鞋了，还得脱鞋，你这玩意儿弗拉基沃斯托克。海参崴。海参崴。海参崴。海猫脸海海山的门崴崴崴崴海山的门，都说了有要事相求嘛，所以我俩得先到海参崴，按照老爷的吩咐把礼物给他一位重要的朋友送到。一到他家，我就观察到老爷的这位朋友一定经常跟中国人打交道，因为你看着吃的用的已经深受我们中国文化的影响了。看看我们的午餐，这个玛丽娜给我们做的比目鱼吧，这是还给我整的米饭，还给我整的老干妈，看看，也受中餐的影响，他们还吃老干妈了。现在走入俄罗斯的餐桌了，看看他们家还有西凤酒。虽然受到我们饮食文化的影响，但那也是一顿给你神改装啊。米饭是好米饭，但是里面放的黄油。菠菜是好菠菜，但是是用牛奶煮的。咱们吃吧，他们这饭，这个太狠了。这个菠菜是搁牛奶煮的，这怎么吃？当家家入冬的时候，列车到站以后，小时候的风在吹过，回忆起单纯的快乐，在熟悉的街头，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喊出你的离家的人啊，我敬你一杯酒，陪你的沉默，为一声怒吼，心里弯着腰，